以赛亚书第21章第一节，论海旁旷野的麦穗，要数铁从旷野，从靠帕奇梯而来，何像南方的旋风，闽人所过，以利人持参的意象，以麦穗之恶，外家的行外家，背拜的行背拜。以人啊，你要丧气马胎啊，你要围困，就说我是一切贪食之处。三，所以我们要疼痛，痛苦将我抓住，好像残难的妇人一样。我疼痛甚至不能叹，我惊慌甚至不能看。四，我心惊慌，惊恐畏吓，我所羡慕的王盘变为我的战阵。他们拜人时，派人看守，要切要喝。少了啊！你们起来拥摇物盾牌，了就对我如此说：你去杀猎少王的，是他们将所看见的出实。其他看见军队，超起骑马的一堆一堆的来，要看见驴队、骆驼队，超有只二四堂。把他相视之后，叫说：主啊，我怕你从啊暂差流亡流亡。战也猎差我少往数，叫看那要一堆卷变骑坐马，一堆一堆的来。他超说巴比伦全倒了，全倒了。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。十，我披大的无家，我创伤的骨啊，我从弯卷之下破破一些的伤的，那里所看见的都告诉你们。十一，论土马的密事，有人从事你父母我，说看望的啊，也见如何？笑望啊，也见如何？十二，笑望的说造成众多，吃一日来，你们若有满，就可以满，可以肥条斋来。十三，论阿拉伯的密事，地单结派的哈利啊。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林中出秀。十四，提马提的居民那睡来送给求学的求学的那边来迎接逃避的。十五，因为他们逃避多艰，破出了桥的多，偏上了神的窘，而多变重债。十六，就对我这样说：一人之内找故宫的人数，其他一切的荣耀必归于无有。十七，穷尽消瘦而先的超市，其他人的用事必然稀少。因为这些也破坏一切的上帝所定。